在水中生产有何特色？生产过程无痛感和产道较不会有撕裂伤，何者是水中生产的特色？比较不会有撕裂伤，我两胎都在水中生。是，我觉得是因为我生四个都是儿子，这太会生了。我一个小朋友是就是不通，他就出来一上钩，哦，差点没接住这样子。人家那是产道，你那是炮口啊！我可不要装逼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